我们现在曹安公路，姓曹的曹，安全的安，曹安公路。市别属于320的国道320的一部分。我们走这路对吗？差不多。看一下导航，没有需要拐弯的，那就一直下去，一直问东。黄光辉，广东话那家吹，总有浪吹。我山走北京，我感觉到高山吹，这黑的北京，绿杨会春吹，把我的风雨吹。所有故事在你那首歌。风吹回他，他身体在无声，你带走夜心碎。好气啊，这个地方好气啊，护
你在路上有雨在追，哦，上海市安亭公安检查，我们过了这是不是就属于就进到上海了？好，里面等个灯呗。沪 A， 我们看那个沪 C 了，沪 A。前方的大哥走，走，就这，跟着大哥走，吃喝全都有啊。现在是不是就属于进到上海了？估计是啊，继续走 H312， 312。
啊，看了吧，现在是上海，应该是已经进到上海了，但是写的是上海航空公司。把这小坡爬过去，完了完事儿，我们休息一下。现在50公里。听完这首歌，这首歌好听。等等，我去，等等。